谢谢 Sniper， 谢。那么接下来时间，请我们大师团的代表和我们的队长来给他的作品打分。同时，我们要邀请现场有投票权的评审，在我倒数之后做出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的话，请将你们手中的红色的一号毛巾扔向舞台；不喜欢则不投票。本轮我们所有的评审可以重复投票，扔出毛巾的评审在下一个作品结束之后仍然拥有投票的权利。来，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红色毛巾，请起立，三二一，请投票。好的，接下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统计一下票数，有请 Sniper 移步到我们的采访区接受采访，有请。欢迎 Sniper 和小黑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Please come to our interview section。 那我们在请 Sniper 介绍作品之前，稍稍的平复一下呼吸啊，我们先来听听四位队长怎么说，这是我们今年总决赛第一支决赛作品，各位感受如何？雨欣队长。哇，真的是第一次在今年看到 Chrome 的起舞。其实当时 Sniper 在拍微电影的时候说过他想做一个起舞作品，但是他今天真的做到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作品往后就是越来情绪越来越能够顶起来，包括其实能感受到 Chrome Battle 的那个氛围，所以我自己是很能感受到那个能量的，很喜欢。谢谢庚哥，应该五季总决赛我们第一次看 Crump 的起舞吧？真是头一次。是吧？对，因为也是 Crump 到总决赛的时候真正在舞台上能呈现这样的这种气势和力量，我觉得确实还是挺有冲击力的一个作品。觉得还是真的还挺酷的。对，就是中间有一部分我觉得稍微有点平，在编排的情况下稍微把那个处理一点，我觉得会更炸一些。把这个尤其是最后面我觉得还挺好的，把那个 Crump 的那种态度那种气势完全表达出来，特别棒。一博，我们总决赛的第一支作品看完之后感受如何？我觉得很棒。我很喜欢他们用那个镜子然后照出影子，照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像召唤兄弟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出来去一个 Cypher， 去一个 Crump 的一个秀。然后我觉得因为本身 Crump 就是一个比较 underground 的一个舞种，很少会用作品的方式去表现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而且他们的人数也不是很多，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舞种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去表现的话已经
经是非常好了，所以说我打了很高的分，谢谢。我们待会儿要揭晓各位队长的分数。程程队长，我们 Sniper 的决赛作品看完之后的感受？我特别喜欢他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布后面跟剪影有一个呼应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他放大了Sniper 想要表达的那个 Crump 的一个力量，而且这一次的确是一个拿 Crump 来起舞，我觉得他的难点是 Crump 是一个我觉得一个个人很爆发力的，所以他很难起，但是他却完成了一些气场性的东西，而且他充分的我很喜欢他这一次也是可以再跟小黑有一个合作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印象中之前小黑也是有展现过他的 Crump 的一个力量，而且 Sniper 也是 Crump 界，他在法国也是 Crump 的已经是有很从小童工，所以领军人物啊，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舞台我很开心，很棒。其实来到总决赛谁能问鼎总冠军固然很重要，但是对于每个选手来说，是不是能够在总决赛最完美的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是不是能把这支作品跳好，可能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刚刚几位队长都讲到以 Crump 起舞来完成自己总决赛作品的呈现其实蛮难的，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 Sniper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支作品，在编排上面有哪些设计。Okay, thank you, first of all. And second one, for me it was really important like, to show like, the crump for the first time, you know. I was, at the beginning, I had like, some pressure, you know, because I know actually that before that, there was not like crump show. And yeah, so for me it was just a big challenge. And I just wanted like, to show like, the crump universe, you know. I wanted also to show that crump isn't only about like being powerful or stuff like this, but it's more like about like being free. Actually, you can have technique, you can have slow-mo, you know, it's not only about power, and I wanted to show like the different sides of the crump also because there is different styles in crump. Like some people like really powerful, some people maybe like me are less powerful, but like more technique. And I just wanted to show like the differences actually. And I really like enjoyed this moment, and I want to thank the crumpers that helped me, you know, through this journey, because actually, for me, they are like warriors, you know, and I'm really thankful for that. 有请翻译老师。首先我想要感谢有这样一次机会，非常重要的是第一次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呈现一个 Crump 的作品。其实最开始我也感到有些压力，因为 Crump 的作品确实是很少见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呢，我想要让大家看到 Crump 是一个非常出彩的舞种，不仅仅是关于呈现力量， Crump 它的精髓在于它非常的自由，你可以去做技术，可以去做慢动作等等的展示，而且 crump 它是一个多面的舞蹈，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有的人他是力量流的，而我呢可能并不是完全展现 crump 的力量，我也会加入很多的技术。我非常的享受这一次的舞台，我要感谢所有帮我助跳的狂派舞者们，感谢他们加入这个作品，他们是真正的勇士，非常感谢各位。确实刚刚我们有看到很多优秀的舞者也加入到了 Sniper 的这支决赛作品当中，那小黑也是我们这街舞的选手，今天来和 Sniper 一起完成这支作品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其实我现在最大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因为已经五年了这街的决赛舞台上第一次出现 Crump， 真的而且我能参与到其中，也是和非常厉害的 Sniper 老师，我也知道他很久了，一直非常厉害，是世界冠军各种奖项，能跟他一起合作完成这支作品真的特别的开心和自豪。然后我们也会，我们所有的 Crumper， 我们国内的 Crumper 也会继续加油，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去做到更好，争取下一次决赛舞台上是中国的 Crumper 在这里。
谢谢，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舞者。那现在我看到大佐那边成绩已经出来了，其实今天第一支舞他们的成绩，第一支作品他们的成绩相当的重要啊，可能在所有的媒体老师、所有的大师团成员以及我们四位队长打分的这个心目当中，他都会成为一个标准去衡量今天晚上所有人的作品。所以我们马上来揭晓 Sniper 最终这支作品的得分。左哥，好的，刚刚汪松也提到了，这是一个标准，所以第一个人的打分至关重要。那首先我来公布的是我们四位队长给出的分数。第一轮当中 Sniper 他的分数，刘雨昕队长给出了95分。我要提醒大家，队长的满分是100分，韩庚队长给出了93分，王一博队长给出了98分，李承铉队长给出了92分。我们大师团的五位成员总计给出的分数是409.5分，同时我们现场的各位评审给出的分数是67分，所以总分854.5分，恭喜！一个开门红的成绩，我们要再一次的恭喜 Sniper 和他的助跳，也要谢谢汪聪，先休息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期待下面出场的这位选手了。他有着非常鲜明的舞蹈风格和自我态度，对他来说，舞蹈呢仿佛是一次次与自我的对话，是一次次自我态度的全力释放，无限的尝试，无限的未知，无限的可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短片。